向左转，经理，还没放下啦，骂屁骂哦！你再骂我就喝一次试试看。对不起，放下。今天我们在帮助 Wednesday 获得委托之吻，准备给你们来个魔鬼训练，害怕吗？不怕。大声一点！不怕。我又不要委托之吻，要的也是主笔。废话那么多。陈玉龙。要。楚烈。是。什么意思啊？只有我们两个？不然是我们两个吗？对啊。现在只有你们两个，有情人不成眷属。笑屁啊！对不起。海啸。加油！快点！起来！快点！快点！从第三个这边 ，Go！ 不要偷懒了，你们两个。才是变强壮的开始。没错，这个动作可以锻炼你的核心、下盘的稳定度，从手腕、手臂到肩膀力量。经过今天的训练后，你要飞镖向左，它就绝对不会向右。听懂没？听懂了。很乖。是吧？哦呦，好沉哦，这个砖头。哎呦，请问你带这个宝贝在身上干嘛？身为一个专业的咖啡师，有两个枕头在身边也很正常。现在还借我下吗？请。我一定会射中三个红心。委托之吻，你等着。TVBS 四十二台每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《加油喜事》第三季，守住爱情。